看看新闻网。好，发福利的时间到了。那当然了，大家千万不要高兴太早，因为这个白花花的银子只有在碧昂斯公司的员工才会有的。对，虽然也不是年终岁末的，但是呢，这个碧昂斯和她老公还是给每个员工都派发了一个大大的红包，据说金额不菲，我们是拿不着，看看总行吧。今日美国 R&B 天后 Beyonce 和 Hip Hop 天王 Jay-Z 夫妇向其80名全职员工每人派发了约合人民币28万元的奖金，算下来一共是2240万元人民币。如此大手笔割肉慰藉员工，夫妇俩的这一举动着实够霸气。9岁出道，8年内拿下了代表黑人音乐最高水平的 Soul Train 3项大奖，到了20岁更是将代表全美音乐最高荣誉的 Grammy 小唱机奖杯收入囊中。Beyonce 俨然造就了美国音乐界的传奇。而在感情方面，他牵手天王 Jay-Z 更是让女孩们艳羡的炉火中烧。要知道 Jay-Z 作为 Hip Hop 界最为出色的商人之一，长居福布斯金主榜3甲。当然 Beyonce 比起老公也是毫不逊色，代言演出全方面出击。于是在最近公布的福布斯排行榜上，夫妇俩以1600多万美元的总收入位居好莱坞最富有的明星夫妇，成为了一对名副其实的抢钱夫妇。如此看来，这对明星夫妻不仅吸金能力超强，发起钱来也是毫不手软。难怪在娱乐圈 Beyonce 夫妇是公认的最贴心的老板。娱乐新天地，千金散尽还复来，综合报道。